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博越。哎妈，这个是我今这一次在夏日限定最好的舞台平行宇宙中的龙门架。啊，这是我的演出服，你看，这是那个池的下半身，就证明我下半身穿的是别的裤子，还没来得及换，我就换了上半身。啊，其他演出服你们可以看到都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在这个最好的舞台，我有两天的表演机会，两天是两个风格。今天是第一天，我带来的 solo 的舞台是《特别的花》和《一路生花》。一路生花这首歌是有惊喜的，这个视频你们看到的时候一路生花也听到了吧。嗯，怎么样呢？很棒对不对？我也觉得。23号带来的是久违的冒险计划，这一次是一个人的唱跳版，说实话有点紧张，但是录这个视频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没发生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效果如何，希望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在评论区告诉我冒险计划怎么样。嗯，因为我还没发生嘛，你们是跨越时空的，告诉我你们又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怎么样，是不是很过瘾。然后呢，21号直播的时候我有在暗示百事 TV， 我说能不能夏日限定完了秋日也限定一下，冬日也限定一下，对吧？明年春天也可以限定一下，没事就限定限定，我们可以来一起唱唱歌，切磋挺好的。然后呢，我感觉百事 TV 也有此意，希望呢这次效果会好一些，我们还可以有更多在百事 TV 跟大家见面的机会。好，这一次的博远废话连篇就到这里，拜拜。